这个林氏江背姊妹，今日恁走的在圣人宫皈依学道，伫只嘛恭修恭奉功德，我呢回向予你，予你今日伫只正式会当来接受咱无疆老庙天命，恁个祖师天文寿气，甲你晋升啊去这个天文院做中品上升，来请无疆老庙天命。哦，这个林昭惠妙红就同胞姐妹，也当照桥皈依往天为坐中品上升，啊，一至中央点心灵万法超人胜利清，啊，当或者江北之外照桥皈依，也当或得道上升，我妙红红路之后，在道中无论是静修、灵修，拢会当安尼顺顺利利、自自在在。在家中，同款会当顺顺利利、自自在在。只要回厝内大事，在学道路上、事业路上、家庭路上，拢会当安尼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。哎，已经甲你皈依晋升，所以你老红露这肉体会当安尼自在自然。人讲你若甲红露，但这个身人合体，这个雕体、混体，拢爱自然自在。你个晋升啊，你有欢喜无？有欢喜，阿摆啊，红女肉体自在，无论在道场在家中，你拢爱互伊自自在在。呀！来，楼下遐去赶叫个家持，给你介绍买哩。你好来，你好来啊。好来啊，好就可以分体分看来来。来，伊个牙罩。呀！摆分体爱互伊脚步自在，人体自在。哟！行靠那边，好来，来，请有地金庙加持，
请求天主庙加持，来请有地金庙加持，来请南海国加持，全清道祖济公和加持，来叫你那个，你来，啊！你另外两个，因这两个姊妹也叫起。来。姊妹，我给你加持的灵，若是有要给你体，手若要给这灵动分体吼。来助缘无紧吼，来请观音佛庙加持，再加持，来，请观音佛庙加持。只要若要灵动，拢会灵动吼。看师父今日甲你讲的地方吼，来，请九天大庙加持，若要分体甲分体。哦、Yeah.
呀，呀，
呀！
啊？现在人生啊稳定吼。看身体有没有比较松，然后有吸气，感慈悲。下摆来呢，有时间吼，可以安尼小动一下，安那脚是要倒倒一下，无要紧，可以自然安尼啦。哦，莫讲特别讲在动作大个细，自然安就好吼。啊，你嘛同款吼，这样气有没有比较开？啊，是不是眼睛打开？来送这样哈。全体肃立，请合掌，恭送圣驾。有。